Bruce, it's been 5 years. You still owe me $16. 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纪录片，在香港这座城市的设置。主演钱德勒、罗斯、福波斯伊、瑞秋、莫妮卡和一些其他他妈的演员。